飘兮遮住日落西，做一回断肠的孤雏。鞋是因为你没有感觉过穿上鞋什么感觉，所以你咬它，这个我能理解你。好了，现在我给你穿上了，是不是特别舒服？抖音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不敢。没事啊，那你不吃你。啊不行，我敏感的不行，哎呀！为什么呀？我看手机啊。你看手机然后呢？然后打一下。哦，打一下你就能看手机了？不可以。打，快打！哎呦我的妈！抖音。